车给人感觉好像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但实际上在电动车这个赛道上，我们仔细一想啊，涉及到自动驾驶，涉及到电子屏幕啊，涉及到这个远程遥控路况控制以及遥感探测等等等等。因此啊，又有业内人士说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啊，实际上就是轮子上的电脑，已经成为了中美高科技领域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赛道。而说到美国的汽车啊，近期呢，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 UAW 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有关的罢工情况，以及呢，拜登总统作为几十年来头一位真的知道罢工前线和工人一起并肩罢工的美国总统。但是，另外一场电动车大战正在中美之间展开，不仅仅是在中美之间展开，美国自己的各大车企也各有小九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几天啊，有这样一条消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惊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福特突然宣布停止和宁德时代的合作。那我们也知道之前呢，福特和宁德时代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在密歇根州呢要建造一个35亿美元的电池厂。那么计划呢，总共雇佣的员工达到2500位，每年生产的电池足以为40万辆电动汽车供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呢？具体而言，就是福特从宁德时代获得技术许可，相当于是借用宁德时代的技术为自己的电池和电车加力。这个整个这个方案啊，可以说如果是行内人评价，认为非常的聪明，有一点类似于之前中国引进特斯拉在上海建造超级工厂所谓的鲶鱼效应，领进一个行业的领先者，可以带动自己本土的产业链发展。现在呀，福特也搞了当年引进特斯拉这一套，只不过中美之间的角色换了一边，因为现在宁德时代已经是全球电池的领先者。这个计划怎么突然被叫停了呢？从表面上而言呢，似乎是安全隐患相关的有关情况。共和党议员对于这一计划特别关注，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在昨天啊，有关这个国会啊涉及中国问题的委员会也就福特的问题进行了听证。美国国会议员委员会的主要担忧似乎是福特和宁德时代的合作关系是不是可能会导致美国竞争力的进一步丧失，让美国的汽车行业进一步依赖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但是来自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其实揭露了背后的更多的细节，到底是谁把福特和宁德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鲶鱼效应合作计划搅黄了呢？哦，原来是福特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就是在美国的通用汽车。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啊，就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啊，关于电动汽车现在有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一辆电车在美国可能大概是4-5万美元左右啊，所以对于4-5万美元的产品来讲，7500美元的税收的优惠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数目。那么怎样才能够获得7500美元的消费优惠呢？会有一些啊，我们叫做技术本土化的限制。而 GM 就是咬住了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这一点，认为宁德时代是一家中国企业，因此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生产的汽车不应该啊可以满足7500美元税收减免的有关规定。于是啊，这个 GM 就把这样的一个诉求反映到了美国国会，而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国会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美国国会认为，如果汽车的电池组件来自美国认为值得关注外国实体的来源，那么购买者就不能再使用税收减免了。我也特别注意到啊，现在已经退休的《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中美贸易事务的资深记者鲍勃·戴维斯在推特上面写道，本来呀，福特和宁德时代之间的这个合作计划可以说是非常的聪明，引进先进技术助力美国电车行业的发展，可能给了美国电车行业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现在由于福特和 GM 之间的商业竞争，导致福特和宁德时代合作不幸流产，背后是不是有安全方面的原因？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但是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电车就这样又白白错过了一个时代。有关于福特以及 GM 的之间的这样的一场商业斗争背后各种游说的内幕和细节，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但是有关于美国电动汽车到底是怎样落后于中国之后的，何明先生你有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美国这个国家它建立了基本上的这种社会的框架啊，法治的、政治的啊，这个经济的，它一旦建立框架之后呢，好处就在于呢，你怎么样它也会啊在运作啊，或者是运作的快和慢一点。在原来的这种单极时代或者是冷战时代，美国的这种独特的啊这种人才的力量啊，经济的力量，制造业的力量，使美国能够在世界上具有一个领先的地位。但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的时代。在开放和全球的时候，在好发展中国家，它的竞争力啊，跃升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一方面是穷，第二方面是急于求变。但是像美国、像欧洲这种文明比较成熟的国家啊，那我不用说东升西降这种刺激性的话啊，文明确实出现了某一种停滞，非常非常之难。所以你去看看两位这个总统啊，一位前总统，一位现任总统，跑到这个汽车的办公现场去啊，就是去争取选票。那么拜登总统去争取选票也是一个搞笑的动作，你身为一个总统去支持工人说增加40%的薪水是可以，你这个公权力的使用实在是有一点过度。第二个是呢，因为这个里面是个复杂的谈判过程。第二个是川普总统也更可笑，因为汽车工人的办公恰恰是呢，这个对这个你共和党的很多的政策的不满，哎，你这个时候去跟工会的这个政的这些人去聚会，怎么去聚会呀？你像川普是现在是名望这么高的啊，民调这么高的人，没几个人跟他站在一起，因为工会的人不跟他站在一起。那你去想一想，美国的工人现在是每个星期工资是多少？4天吧。32小时对吧？啊，5天工作时间实际上是32个小时啊。那么啊，美国的汽车完全是靠政府的补助和支撑在生产。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和生产，它跟日本车怎么竞争？跟韩国车怎么竞争？啊，跟欧洲车怎么竞争？啊，所以美国和欧洲当时打这个补助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冯戴恩跟中国打补助的电动车一样的，纯属是搞笑。因为你没有一个政府的支撑，你民错的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啊，你没有军方的订单，没有政府的订单怎么活啊，对吧？那是个基础。那美国的汽车也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全球化的这个竞争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现在是中国，未来可能是印度，还有可能是其他国家。那美国的竞争力在这样还要 40% 的薪水，要 40% 的薪水总统还答应了，你这个未来的这个谈判还怎么谈呀？如果你真拿了40%的话，那底特律除了垮掉还有其他什么希望吗？啊，如果按照这个川普现在的站在一个头上说我们要反对啊，搞这个电动汽车，搞这个新能源，那你这个美国的汽车好，那未来就是一个就直接进古董店差不多了，对吧？因为全球进入了这种电动或者是半电动啊，已经是一个挡不住的一个趋势了。早几年我们还在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现实了。有上次新风不是去中国嘛，他说满大街都是电动车。那这种情况现在在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慢慢在出现，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其实压力很大。但是美国这种东西谁都改变不了啊，谁都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打转，而且还有政客们需要选票，然后政治力量在里面搅，还有利益集团。所以美国的好处是有框架，缺点是灵活性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么这里啊，也特别推荐给大家看一部电影。那之前呢是奥巴马夫妇啊联合出品的一部叫做《美国工厂》啊，讲述了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开厂时候遭遇到的文化冲击。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网飞上还可以看到。而有关于中美制造文化的差别，美国到底这个制造业是需要重新回来重新振兴，还是美国应该各寻他处优势，也是我们节目一直为大家讨论的焦点。今天这个话题临时介绍到这里，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讨论。接下来要说到的呀，就是中国时政相关的话题。